这三个女人，你有爱过哪个吗？从目前来讲，肯定是爱我现在的啊老婆。没有，你没有爱过他们任何一个人。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以后您在榻前能够帮您的，我看还是这位女士，您现在的妻子，您心理上的妻子。因为说来说去，我看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您是真有感情的，就是她。您别再把这点真情给人磨没了。你们好好的交一次心吧，时间很短，只有一分钟。说出自己的核心诉求，要什么说清楚。愿意给，出来；不愿意给，就在门后走开。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这个小梅啊，我们呢这次通过这个电台调解，这些矛盾呢，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嘛都知道了。以后我的这个家里面，要用钱啊，用大钱啊，我要跟你商量。啊，等回去以后，把家里面的数目的钱我全部告诉你一点。还有我带儿子最近一个大事，我没告诉你讲。我带儿子又买了一套大房子。我还是希望你把身体搞搞好。知道。然后呢，我说实在话，你年龄也大了，你也不能老做机器，家庭温暖还是要有的，多跟孩子在一起。好的。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，不要把我们排斥在外面。好的。行了，两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开门。
我是还真指望他们能全部出来。你看，好，哎，能出来就好嘛。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。来来来来，有请我们小花童，有请啊。